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715页倒数第五行第五行第五倒数第五行最后两个字开始啊，舍摩诃言论云，从这开始，尤其三种，一者舍心前，名为邪定取，不能信业、果报等故啊，这实现之前，三贤舍住舍现舍回向，即舍地名。真定取啊，这说得很清楚。觉知安立不退为故，十种信心名不定取，何进何退未决定故。大乘起信论同此说法，跟这一样。啊，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正定句啊，邪定句不定句，大智度论上说的这三个阶段啊，正定要从摄住摄心摄回向摄地，这正定啊，此地所说的是比较啊，原教初住菩萨，我们一般所说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，如果是别教呢，那就是初地。别教的初地等于原教的初住不定居啊，这个里面是说的这个邪定句不能信
业果报，我们从这一句话冷静地回过头来观察思考，思考什么呢？思考自己是在邪定句还是在正定句？为什么学佛的人，甚至于修净土求往生的人多？为什么不能往生？他不能信业果报啊，造业必定有果报啊。啊，果报两个字分开来讲，果是讲的六道，报是指在六道里面所受的苦乐，不一样啊。这一生同样的人生，业相同啊。这个业呢，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业，小善，无界是善，这一生的人生，人生是苦，报呢，虽得人生，苦乐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过去所造的业因不一样，摆在面前的。我们念佛能不能往生？这是一桩大事啊！这段经文讲的是生正极乐，啊，生正极乐，通通都是住于正定之居啊。啊，正定是什么？对于经中所说的啊，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本经的四十八愿，愿愿都予以肯定，没有丝毫怀疑，这叫正定之居啊。对于四十八愿，有一愿怀疑，有一句怀疑，就不是正定之句了。用这个标准来看呢，我们就明白，念佛人多，往生人少，为什么？这个法门真的是易行道啊。不难啊。第十八愿说得很好啊。这个人临命终时，那一口气还没断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，不知道有这个法门，临命终时有善知识为他开始，劝他念佛求往生，他一听就相信，没有怀疑，具足信愿，一念生念，他就能往生。古时候有这个例子，现在也有。
啊，大陆上有个谢居士，他的父亲好人，行善积德啊，谢居士自己学佛，劝他爸爸，爸爸摇头不相信，不肯念佛啊。临命终时前两个小时，主记住两个小时，最后的一个机会给他爸爸讲，他爸爸走的时候神识非常清楚啊，佛说的西方有极乐世界，你能不能相信？他爸爸点头，难得了，这个时候肯点头啊。又告诉他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你相不相信？也点头。好，你先，我先，你现在跟着我念佛啊。他带着他爸爸念佛，他爸爸跟着他念佛，念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，真的往生了。啊，谢居士的朋友多，亲朋好友很多人送往生，亲眼看到不思议的瑞相。这什么原因？那一刹那当中他住镇定去，真相信了，没有怀疑了，真发心求生极乐世界，就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他。这是最近的事情啊！啊，这些天我讲经停了，我今天问大家，我才知道将近三个星期了。啊，身体不舒服，感染一点风寒，现在慢慢恢复了。那今天我看还可以跟大家见见面，人年岁大了，体力跟年轻不一样了啊，不能不注重身体，饮食起居不能疏忽啊。我也很谢谢大家的关心啊，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没相信？我知道大家牵挂，不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每天相信不会终止的。啊，这些最近这个阶段，学习这部经典的时候，特别着重我们如何把它落实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增长我们的心愿啊。我们要努力想这一句佛号，二六十种不会丢失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前几天齐老居士来看我，带了一片光碟给我看，最近他们道场
有一位得的癌症，肺癌，4年了，苦不堪言。啊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土法门，啊，发心念佛，听说他的道场很庄严，他到他的到这个道场来往生，住了40天，40天真往生。啊，这个居士姓杨，叫杨宏伟，今年50岁。给我们做实验呢，做证明啊。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92年。自在往生，杨宏伟居士初学佛没多久，啊，临终给我们表演，为我们做证传，40天，啊，癌症扩散，苦不堪言，没有病痛。啊，确确实实念佛没有间断。啊，道场里面有3位法师，这40天帮他助念，啊，带着他一起念阿弥陀佛。念累了，心里念，口不出声，没关系。啊，但是我们还看到他嘴唇微微在动，这叫金刚指，说明真正发心求生净土。哦，他欲知是知，有人好像是他的家亲眷属，看到了2个字。22，啊，突然现出来，他就提醒他，这22什么意思？空中现出来的，22号那一天，11点钟往生。啊，让他别人看到，一点都不差错。阿弥陀佛给我们实现的，啊，22号，他要走，佛来接他，全身柔软。盘腿打坐走的，我们看到了增长信心了。从发心求往生，40天，啊，谢居士的父亲真正接受儿子的劝告，幸愿持名，就2个小时，跟48愿所讲的一模一样，为我们来做证明，第18愿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
我们生在乱世，啊，小灾小难到处都有啊，每一天不晓得有多少次啊，人确确实实让我们已经意识到了，活在这个世间呢，没有安全感，幸运驰名的人。则不然，他有安全感。啊，他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依然是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。为什么？幸运持名，念念求往生呐、啊，这个正确、啊，这个人真正觉悟。真正醒过来了啊！念念不舍，幸运之名，就是诸正定之举啊！就是随时往生极乐世界的。缘分呢、啊？这个缘分成熟了，怎么不欢喜？遇到有缘人，介绍给大家，走的时候给大家做证明。杨红梅能做到，我相信。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可以做到啊！为什么？你们修佛的时间比他久，听的经比他多，对这桩事情了解清楚明白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出在我们还没放下啊，果然万缘放下，阿弥陀佛真的来接引了。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现在学的这些经文，都是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极乐世界太好了，太理想了。啊，到那个地方，一切苦难全没有了。啊，那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这个注解，实性前。实现以前是反复，啊，不但反复是邪定句，就是实现位从出现到实现，也判作邪定句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对于造业果报。信心不坚定呐、啊！信心坚定了，就不会动摇了。那随时见无善根呢？无上大觉果名等定句，以满足果。这说明了什么叫真定句，成佛叫真定句，往生就是成佛。
皆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也叫真定居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下面我再往下看。三贤即十圣，名为不定居。啊，三贤十定，为什么呢？皆为究竟故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，学佛的人这么多，往生的人为什么那么少？啊，他有怀疑，或者他对这个世间有留念，放不下，这是别教，不是原教。啊，原教三贤就是真定居了。啊，这个地方讲的天台的别教。啊，我在哦底下讲的是三者。实现前名为邪定居，啊，无要求心故。这个要求心是喜欢求生净土，啊，他这个心不坚固，啊，那么是圣呢？三贤菩萨的是圣，名真定居，以得真正故，实现三贤，名不定居，未得真正故。著述不同，啊，对于这个讲法呢。佛在经上也有种种不同说法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世尊讲经说法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处而异，所以他有不同的讲法。啊，所以佛法要圆修圆正圆悟，啊，讲求的圆字，小乘以出果及其以上为真的，真的出果才算是真的，没有真的出果不算真的。啊，小乘出果是学佛成就的第一个阶，初阶，像念书一样。小乘是小学，有多少个班级呢？四果四相。啊，出果相没有真的出果，向着出国走，没证的。啊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证得出国了。证得出国以后的二国相，再证二国，三国相，三国，四国相，啊，相是方向的相，四国，所以它有八个阶段。啊，出国相是在修，但是没有真的出国，这叫出位，这还属于邪定居。为什么证不到出国？那就还在六道轮回出不去。啊，
证得出果，他也在六道，他在六道里只是在人天两道，他不堕道。在人天两道修行啊，修什么？修二果相，他已经证得出果了，修二果相啊。佛在经典里告诉我们，他在六道里还有多久？有期限，不像我们凡夫，凡夫是无期限，像坐牢一样无期徒刑，他是有期的。他要多久呢？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出去了，他就超越了啊！他决定不走三恶道啊！这个七次怎么算？就是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四果是阿罗汉，出轮回了，超越六道轮回啊，他决定会真的，决定不会退转，所以出果需要圣人了，小小圣人啊。为什么他不退转？位不对，不会退落到凡夫。啊，那么四果罗汉都还有退的，他退的底线退到哪里？退到出果啊，所以他位不退啊。啊，那么再往上修的时候，那速度就比较快了，越来越熟了嘛。啊，我们知道。他离开六道轮回到哪里去了？到十法界，十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就是四果所修的声闻法界，声闻法界在提升就是辟支佛圆觉法界，圆觉在往上提升菩萨法界啊，菩萨在向上提升，那就出了十法界了。啊，菩萨提升佛，十法界里的最高的一个界，一出叫做佛法界，他是十法界的佛，十法界的佛，天台大师。判六界佛，称他为相似界佛。六界他是相似界，相不是真的。那个真妄怎么算法？用心不同，用真心是真佛，用妄心不算真佛。啊，妄心用的正确。没有用错啊，没有用偏，没有用邪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妄心什么？阿赖耶，阿赖耶最高的相似即佛，用的最高的最圆满的啊，再往上去了，那就转世成智了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莫那转第六意识，转前五识，转八识成四智啊，大圆净智全转了，平等性质转第七识，
平等了。转第六意识，妙观察，妙观了。转第六意识，转前五识，尘所作之，转八识尘思之。他到哪里去了？他不在十法界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像一场梦一样，他醒过来了。阿罗汉醒过来了，六道没有了，六道是一场梦，梦中之梦。第二次醒过来，是生十宝庄严土，你看有个十，真实，真实的宝土。也叫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对着十法界说的，十法界是假的，一真法界是真的。真假怎么算？十法界是生灭法，六道轮回是生灭法，一定要觉悟。我们的寿命不是一年一年算的，也不是一天一天算的。真的怎么算法呢？刹那刹那算。这个刹那，不学佛的人没有概念，学大乘的人有这个概念。佛经上说了，生灭的频率多快呢？前念灭了，后念生了，后念又灭了，后念又生了，一个接着一个。要知道，这个念头不是相同的，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。日本江本胜博士去年往生了。做水实验，这是他带头搞起来的。我到日本去讲经，去开会，到他那个实验室两次。今年在日本讲经，我又去了一次，他夫人接待我。事业还有些朋友继续在做。江本博士告诉我，他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，没有看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，这很奇怪。他为什么？没有，我就告诉他，决定不可能有相同。问我为什么？我佛经上说的，正念是相同的。正念说无念，无念就是一样的了，没有差别了。只要有念，就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念是妄念，妄不是真的。那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念头速度多快呢？我们今天算计算时间时用秒做单位，那我们要用一秒钟算小数点了。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佛告诉我们，一秒钟生灭的是2240兆次，单位是兆，不是亿，不是万，单位是兆。一秒钟，这个念头生灭了2240兆次，
你怎么会知道？所有物质现象跟精神的现象都是在这么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想，它不是真的。所以佛经上讲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又给我们说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试问问，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，你能控制到吗？你能够掌握到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事实真相就是假象啊，可别当真啊，当真就错了啊，当真就造业，不当真就是佛与菩萨。这个菩萨不是普通菩萨，不是十法界的菩萨，化身大士，是住在诸佛如来十宝土里面，在那里等待证无上菩提的菩萨。这样的人啊，这不是普通人的啊，我们对这个要有个概念都没有啊。讲明显一点，诸位有个概念，现在每个人看电视，家家都有电视，电视的频率有多高？也就是一秒钟电视的画面也是前念灭后念生的动画了，这个画面呢，绝对没有两张相同的。一秒钟100次，我们已经被电视欺骗了，好像是真的。一秒钟100次的生命，啊，那我们再往前面去数，50年前，电视有电视了，50年前有电视了，黑白电视，没有彩色的。啊，我们在台湾居住的时代。啊，外国大概已经开始有彩色的，台湾没有，黑白电视。啊，一秒钟，360次，50次。所以你细细看，能体会到那个画面在动，轻微在动。现在100次都看不出动，50次都看的，它在也在动。那能看出来，那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动画，动画是什么？这大概是60年前的电影的底片啊，电影是动画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幻灯片。它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放多少张？24张啊，一秒钟24张啊，我们就被他欺骗了，以为是真的啊。你看
过去这个电印，现在是用数码，数码大概是一百张，现在，这个用底片时代上24张，这是讲它生灭的频率啊，凡是动的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所以佛法的修学，无论哪个法门啊，84000法门、无量法门，修什么？修定。为什么要修定？因为你要明心见性嘛，自性本定，只要定了，越定跟自性就越接近。到哪一天真的得到圆满的大定了，如如不动了，你就明心见性了，就这么回事。这种信息慧能大师很难得了。他那个坛经虽然不读我，给我们很多的启示。你看坛经里面说，他自己开悟的时候，说了五句话。第四句话就是讲的自性本定。他说，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自性没有动过，没有摇晃过。你的心会动会摇晃，就见不到心。你的心不摇晃了，不动了，就见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佛法最高的境界。84000法门，84000种不同的方法，在修什么？全是修定啊！法门不止84000的，84000是表法，表什么？表无量，表无数。所以通常也说无量法门。无量法门除了佛经上所说的那些之外，算不算？算，统统算。你每天不是看电视吗？你不会看的，你要会看就成佛了。成佛的人怎么看法呢？你去看电视，他动我不动，电视摆在面前练功夫，你眼睛看着他，耳朵听着他，不，你的心不为他所动摇，就行。你看得很清楚，智慧；听得很清楚，智慧，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智慧看得清清楚，心怎么样？如如不动。不但不动，把你看穿了。穿的是什么？原来你是1秒钟100次的波动，每一个波动现象他都看得很清楚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小定生小智慧，大定生大智慧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得圆满的智慧。慧能大师得什么？得圆满的智慧。因为什么呢？他看到自性本定了，
看到自性本无动摇，无足的衣钵就穿给他了。啊，他那二十个字，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呐、啊，成佛的毕业论文呐、啊。释迦牟尼佛衣钵给他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我们接着看这一句，讲了这么多，跟这句有关系啊，那就是大乘何以彼如涅槃啊？他一定证着果位的，只是时间长短而已。彼定如涅槃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彼如涅槃，所以它是真正句，或者是讲呢三贤以上，或者是十地以上，或为以大觉佛果为真的。啊，这是至高无上了，这就是所说不同的意思。啊，至于经经所谓彼土众生借助镇定句者，那就讲到净土了。净土的镇定句怎么讲呢？经言云：隋朝慧远法师。啊，他有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叫《无量寿经》译疏。啊，我们在早年学过这个本子。他住的是道场，叫净严寺。后人对他尊敬，不称名，称帝，称他为净严大师。啊，这是最恭敬的称呼。啊，所以他的注解就称为净严疏。啊，这是他说的。未分不退，说为真定。啊，不管是在哪个未分。他不退也，这就是真定啊！啊，莫问大乘、小乘众生，生彼国者，借助真定。这极乐世界不一样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得阿弥陀佛。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佛菩萨保佑他，保送啊！他不需要参加考试，他是阿弥陀佛保送的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。无论什么品位，最后一定成佛啊，证得妙觉果位啊，只是时间早晚，那个无所谓啊。为什么他无量寿啊？它永远存在，它不生不灭啊，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这个世界刹那生灭，讲刹那，那个刹那的意思就是今天
我们计算出来的啊，2240兆分之一秒是在这个频率生命的啊，这个频率我们听到了毫无概念的，丝毫概念没有啊。如果我们要不读一些科学的近代科学家、量子力学家他们所做的报告，那我们只有慎言量了，相信这是佛说的，佛不骗人啊。究竟怎么回事不知道，量子力学家告诉我，物质这个现象搞明白了，科学家搞明白了，总结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里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，物质是假的。物质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这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。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佛家在大乘经里常常说这个，这个话我们听得多了，也会说了，但是什么有怀疑。佛讲的一点都不错，我们不能相信的啊，科学家给我们证明，我们相信了。我们这个相信不是自己到一定的定功觉悟了，不是的，我们听科学家说的，所以我们这个相信里头还有疑在里头啊。这个疑什么叫习气，有怀疑的习气，贪嗔痴慢疑的习气。贪嗔痴慢断掉了，贪嗔痴慢的习气没断掉。啊，我们现在功夫是习气没断。啊，贪心没从前那么重。有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啊，能忍受了，不再计较了。啊，如果那个根断掉了，贪嗔痴的习气断掉了，那就证果了。啊，没证到四果，至少要证到三果，越往上去习气越淡。啊，到真正习气断的还不是阿罗汉，阿罗汉习气没断，辟支佛正辟支佛果，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。啊，他那时候修什么？断尘沙惑，尘沙断了，辟支佛就升一级菩萨了。啊，在菩萨里修什么？断尘沙惑的习气，尘沙惑的习气断掉了，他提升了，从菩萨提升到佛了。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，那佛在是断什么呢？断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断掉之后，
十法界没有了，他往生到一真法界，到一真法界去断什么？断无明烦恼的习气，这个不好断，没有办法断啊！只有怎样呢？别去理他，别去碰他，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。多长的时间？三个阿僧祇劫，好难呐！啊，三个阿僧祇劫是有时间性的，有量的，寿命是无量的，所以三个阿僧祇劫在他也算不了什么。啊，像我们世间啊，三年吧，三十年吧，能受得了？无量寿嘛，习气断干净了，无始无明气断根成佛了，叫决定成佛啊！随着真多住真定去啊，这些我们得搞清楚、搞明白。为什么？我们下定决心往生净土，都得真。如果不生净土，得不到啊！从佛的这些法门修，从大乘，要修无量劫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净土这个法门，那些很多菩萨不相信，菩萨受尽了辛苦，无量界才证得这位置，你怎么一生就成就？你怎么给他讲，他都不能信，不相信。这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啊，往昔同志，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，他跟净严大师说法相同啊，并且说一切善恶凡夫成佛愿力，生彼国者，出不退故，是名真定。说得很好，简单、清楚、明了。啊，无论你在这一生行善造恶没关系，第十八愿讲无逆受临终忏悔幸愿持名都能往生，这还得了吗？普度了，上面度等觉菩萨，下面度无间地狱，造作无逆十恶是堕无间地狱的。你这一口气没断，你能够忏悔，你能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都来接引，接引到极乐世界，接做阿惟越智菩萨，就不退转了。阿惟越智是梵语，
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退。三种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啊，所以彼成正觉，这正点。又景心云，啊，这都是日本的大德。若生净土，不问凡圣，定向涅槃，定去善行，定生善道，定行六度，定得解脱。他老人家说了五个定，到极乐世界就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证大般涅槃。涅槃是梵语啊，中国人叫它明心见性。大彻大悟，圆满证得了自性，这大半年半了，叫定趣善行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人不但没有恶的行为，恶的念头都没有，你所接触的人事环境纯净纯善，没有恶缘。纵然你阿赖耶识里头有恶的习气种子，到那里没有缘，生不出来。啊，所以贪嗔痴慢疑到极乐世界自然没有，生不起来啊，七情五欲到极乐世界也生不起来了。他那个地方没有七情五欲的境界，不能触动你的习气，啊，他那个地方一切法纯净纯善，啊，所以定生善道，定行六度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在这里补充一句，就是你生到了全宇宙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诸佛的世界，你想到哪里就到了。啊，去干什么？去观光旅游啊，你有这个本事，想到就到啊。啊，不但诸佛的报土你随便去逛啊，啊，诸佛的方便土，诸佛的同居土，你都能够随类化身，都能去啊，没有丝毫障碍啊。啊，到那去干什么？决定第一个去拜佛，拜佛供佛是修大佛宝，修无量的佛宝啊，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，佛慧双修啊，这是十宝图
化身菩萨他们的功课，没人给他定，自己定，得大自在。同时自己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本身阿弥陀佛在讲堂讲经，越讲越有味道，法喜充满，越听越想听，啊，不肯离开。什么时候离开？成佛就离开了，不成佛不离开。所以进入讲堂反复，离开讲堂成佛了。啊，但是十方世界化身去的，真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啊，啊，能够化无量无边身。啊，化身真观用，真修福，真闻法。所以在极乐世界上的一天，把所有的佛法都学到了，可是佛法没有边际，佛法是无量的。啊，天天学，学无量劫还不学不完。跟十方世界是一法界，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体。你是多数生，这个没人能说出啊，只有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。我们有缘的，我们永远要感恩释迦牟尼佛啊，不是他我们怎么会知道。介绍人呢，不是他我们怎么知道有净土，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，怎么知道阿弥陀佛发的愿？为谁发的？为我发的。发愿就是接引我到极乐世界，成就我圆满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所以无论到哪一道都是善道。地狱去不去？去啊，去干什么？度众生呢，自己有家亲眷属啊，有冤亲债主堕在地狱啊，叫有缘呢、啊、有缘说我去说，他会相信，他会听啊，就能帮助他离开地狱。十方刹土大多数都有十法界，都有六道轮回，所以是菩萨的身份到六道度众生，所以通通是善道啊，决定是用六波罗蜜教化众生。六度在现在就要干了，从哪里做起？从布施做起。布施非常重要，布施给众生结缘。感谢你，感恩你，然后用什么？用持戒，
持戒什么意思？他佩服你，他赞叹你啊，然后再就忍辱。忍辱是什么？消业障啊，长菩提啊，众生不能忍了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菩萨忍给他看，做个样子给他看啊，他最佩服啊，他也最尊重的人，这就是通通是教化众生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用什么度众生？六波罗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般若是讲经教学，就是49年。在讲经教学之后，前面那个很重要，那要身行眼教啊！你看怎么开悟的？从定中开悟的。定从哪里来的？定从能忍来的。什么都能忍受，什么都不计较，心就定了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能随缘，随他去吧，不要计较。别人欢喜什么，我这有拿去。得大自在呀！细心观察了佛教的我们，他做到。做了很好的样子给我们看。没有前面前五度不能教化众生。现在社会动乱，原因在哪里？六波罗蜜没有了。现在佛弟子也搞斗争，而且斗争坚固，能布施就没有斗争了，不能布施，不能持戒，不能忍辱，所以他在正法不能精进，邪道上挺精进的。布施非常重要，布施度什么？度悭贪。见识吝啬小气，不肯帮助别人。持戒是度恶业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持戒忍辱，成功失败关键在忍辱。都已成会了这个
往下精进读现代，禅定读散乱，般若读愚痴，贪嗔痴三毒烦恼不能不断，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呢。三毒烦恼里面最烈猛烈的是嗔恚，忍辱就是度，这种也不好的啊！为什么？嗔恨地狱道，贪心恶鬼道，愚痴畜生道啊！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好啊，行布施不堕恶鬼，修忍辱不堕地狱，啊，有智慧，不愚痴，不堕畜生，所以他一定行，身心言教做出来给大家看，啊，定得解脱。啊，这个字念解，念去生，当动词用，解化解了，解开了。脱是脱离了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解开见思烦恼。啊，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见思烦恼来的。见惑、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五种见惑。再加上贪、嗔、痴、慢、怀疑五种四火，这个十种六道轮回的根，这十种烦恼断了，阿罗汉断了，所以六道轮回不见了，六道就没有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啊，佛说法把缘由根本都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了，明白了叫看破，看破之后真看破了就放下，放下是功夫啊，放下才能起入境界，光看破没放下不行啊，你还停留在那里啊，一定要放下啊，尽忠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一定不能丢失佛号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阿弥陀佛在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统统放下。为什么假的那个东西麻烦，是累赘，你要不放下它障碍你往生，
念佛人临终不能往生，原因在此地，没放下世间名闻利养，没放下妻子儿女亲情，没放下，还有一些怨恨啊，恩怨没放下，这都是你不能离开六道轮回的原因。所以金宗难得，太殊胜了。阿弥陀佛知道这些人放不下，用个什么方法？嘿，那边极乐世界你所想的全有，样样都有，比你这边殊胜太多了。你看寿命是无量寿，享受永远用不尽的，一切法随念而生，想要就现前，不要的就没有了，啊，不需要收拾，没有麻烦的，这个世界多好啊！让我们起这个念头，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么好的地方，赶快去，赶快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位大德。啊，渴望着，希望早一天能跟他见面，这就对了。所以极乐世界唯有镇定居而无余而已，没有不定的，也没有邪定的。啊，慧疏通知。啊，这都是慧疏，也是日本法师的注解。啊，他们古大德学习无量寿经比我们多。啊，中国修净土是以阿弥陀经为主，日本是以无量寿经为主。啊，当年那些高僧大德都是在中国留学，亲近善导大师的，所以善导大师在日本非常受敬仰。啊，日本净土宗的这个道场都供奉着善导大师的塑像。啊，他们都认为善导大师是日本净宗第一代。啊，他们的祖师从第二代算起，第一代善导大师。啊，天台宗也是，日本天台宗第一代祖师是这个智者大师。啊，供智者大师的像。啊，我们中国这个天台道场没有供智者大师，他们都供。啊，这日本人可爱之处，真洁呢，宗善导义。啊，真洁也是日本的法师。啊，他解释是根据善导大师所说的，接着说，是摩诃言论所谓正定句，是从佛果到十地三贤见明正定句。我们前面说了，这个地方所讲的十地三贤是天台别教所说的。啊，为什么别教三贤十地都是真谛句？
我们看下面所说的净土正定句也然，净土讲极乐世界，说或现实地别教的，或现三现圆教的，其体彼之灭度啊，他们在那里修学，将来一定得灭度啊。灭度是什么？灭度就是涅槃。所以但是一涅槃界，一涅槃界的视线差别啊，这也就说明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也是因人而异，也是说种种不同的法门啊。你是原教根基，你听到的是原教的说法，你是别教的根性，听到的是别教说法，你是小乘根性的，你听到的是阿罗汉的小乘法，你是圆教根性，那你听的是圆大乘法。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啊。在阿弥陀佛大讲堂里，佛在那里讲经说法，他什么话都说了，他说圆了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基，到那个地方都听得懂，都受利益啊，天天都在提升。我们在这里能体会到啊，啊，所以那个地方开悟快啊，提升快啊，天天提升，所以天天快乐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啊，《论语》把这一句摆在第一，第一条，跟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。一个鼻孔出气，啊！释迦牟尼佛第一句讲什么？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你看，是不是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圣贤教育啊，头一句你听懂了，你就会很喜欢，想学不想走了，摄受力又这么大了啊！为什么？我想离苦得乐。那有人给我说离苦得乐的方法，他有，我还能离开吗？啊，真给我们讲离苦的路，圣人贤人不是凡人的啊。我们今天很不幸的把这些圣贤人都看作凡人，没有人相信呢他们是圣贤，麻烦可大了。我学佛学了60年，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佛菩萨才来的啊。早年我在求学的时候，我有这个怀疑，我问李老师，李炳南老居士，
我说这些人是不是佛菩萨化身到中国来教化众生来实现的？老师告诉理上讲得通，从理上讲讲得通，事上没证据，他没有暴露他的身份，我是什么佛再来的，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没暴露身份。啊，可是这个六十多年的学习，越来越肯定，越来越信心，不但对古圣先贤有信心，而且对世间所有宗教创始人、所有族群里面的圣贤、大圣大贤，是一不是二。全是佛陀化身菩萨化身再来的。啊，可惜我们今天把这个教育丢掉了。那就是尊贤敬慎。中国古来五千年来有历史记载，中国人对圣人敬重、尊重圣贤啊，圣贤的话不敢不相信，圣贤的话不敢反驳，不懂也要接受。为什么？我们境界不一样，他站在高处，我们站在低处，他看得比我们远，看得比我们清楚，我们听他的就对了。啊，现在人们，现在自己独大，世界上不是圣人最大，不是佛最大，不是天最大，不是祖宗最大，是我最大。麻烦了。我认为是对的就对的，我认为是错就是错的，造成今天社会动乱。古人有一段话说得好，在四书里头，大学里头有一段，好像他把现在的世界都看清楚了。啊，这都是古人的预言了。古之与民，民德与天下者。明明的是什么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我们要帮助这些众生达到这个境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这个世界本来是极乐世界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追究其原因呢？啊，这一句话用佛法来说，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这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佛出现来说，是希望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成佛，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。
那从哪里做起呢？得先知其果。这就是一个示范点了。中国古人讲经思，经是大的意思，大都会，思是老师，示范就是这个城市是我们所有城市的模范榜样，要跟他学。给我们启示，今天我们要救这个世界，怎么办？赶紧搞一个示范的都市，让大家来看看的，他觉悟了，他明白了。啊，让天下太平。天下安定，社会安定，要从这里要有发大心，这一句就用发菩提心了。发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从哪里读起？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从自己断烦恼开始，断了烦恼再学法门。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然后就成佛道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成了佛了，你才能做得到，才能普度众生。普度众生的方法，大学也是佛菩萨示现，叫我们要做个示范点啊，要先知其果。那个时候之国就是一个城市，城市国家。那么你想把国治好，先齐齐家，你要搞一个家的榜样。这一个地区，这个城市，所有的家都向你学习。啊，你要先齐家，要想家做好的时候，先修其身。你看最后自己一个人正，天下就正；一个人走歪了，天下就歪了；一个人邪了，天下就邪了。这哪个人？我们自己，不是别人啊！这自己什么？学习圣贤传统文化的人，从自己做起，修身。我想修身，从哪做起？身是物质，它从哪来的？它从念头来的。所以要修身呢，先要修心。啊，修心，先要修真心。啊，真心从哪里来？从诚意，诚意什么意思？诚，中庸说理论，一部中庸就说这一个字，诚。简单的跟你讲，不自欺，你能做到不欺骗自己，这就是诚。所以从这做起。啊，那怎么样才叫能诚意呢？诚意要支持，你觉悟了，明白了，不自欺了。怎么样能明悟？能够觉悟，放下，放下烦恼，放下习气。啊，所以最后总结一句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说出来了。
这个东西能不能帮助现在社会？能啊，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啊。啊，从什么地方入门呢？从见祖宗入门呢。所以我们提倡一年三次祭祖。我们从尊重圣贤入门，圣贤东西哪有糟粕？现在你看多少人，圣贤东西可以学，学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还有糟粕，那不就完了？啊，所以今天要把这个疑惑断掉，要断疑生心，啊，把真诚心找出来，恭敬心找出来，你才能够接受圣贤教化。这很难啊，不走老祖宗的路，老祖宗的路没有新旧。为什么？他超越时空，他没有空间，他没有时间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永恒。啊，那就是自信的性德，是每个人自信里都有。只要你明心见性，你完全证得，你证得了，跟一切诸佛菩萨平等，都融入常寂光。常寂光什么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自信啊，三字经上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本性本善，本善里头第一德就是孝，就是敬，孝亲尊师，今天这个社会根出了问题，孝不见了，敬不见了。一个人对于父母不知道孝顺，对老师不知道尊重，就没法子了。圣贤典籍留下来了，起不起作用？不起作用。为什么？你去念它，把意思全解错了。啊，你所看重的那叫精华，你所不懂的就都是叫糟粕。真正精华变成糟粕，没有糟粕，你里头把它造成许制造许多糟粕。这是我们眼前遇到的困境，这个困境怎么化解？只有一个办法，求阿弥陀佛。我们要学海贤，要学杨红梅，这一句佛号决定不能丢失。我们的心正，我们的意诚，心正意诚，我们就生修了。我们尊重圣贤，尊重典籍，这里面肯定它是精华，它没有糟粕。这是对于大圣大贤的态度。
他留下我们经，中国古籍分四分，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啊，只要被古圣先贤称之为经的，那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留下来的教诲。啊，我们肯定他，他没有造谱。我们不懂的地方去研究、去学习，学习当中慢慢会领悟到。所以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说他是造谱，你有没有念一千遍？没有念一千遍，不够资格讲话。念了一千遍还不开悟，再念一千遍，还没有开悟，再念一千遍，念到开悟为止。啊，真的念到开悟，真的，为什么？心清净就开悟了，是用念佛的这个手段修定，修清净心，只要清净心现前就开悟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真解之说，深显经义，这都古人悟道的佛法，是圆的圆满，它没有缺陷的。啊，所以底下说，盖为净土之主办，皆是大乘，故借助于真定句。至于示现、示地、三贤，其体比如涅槃。当相啊，就是发生了。故于借习助于真定之句这一句之下，紧接着决定。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往生之人，借入正定之具，决定成佛，即显弥陀大愿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这一段里头的其味无穷。啊，尤其是我们把它。回过头来用他们的这个理论来看现今社会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，他怎么是造谱的。啊，我过去讲华严，我把华严里面境界完全融入我们现实社会来讨论，其味无穷啊！啊，今天我们学就学到此地。啊，这一次学习深入，真的是有深度，不是完全从文字表面，是我们心里体会的。感受的啊，这个东西有用处啊，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境界，增长信心，增长愿心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